同学大家好，昨天讲到虚无大为攻击宗亲，前面四个字介绍过了，后面这个四个字没讲。汇编注解里头说得很清楚，同姓称之为宗，异姓称之为亲，所以宗跟亲是有区分的，关系都非常密切。这里说得很好，虽有远近亲疏不等，实皆我身关切之人。父子兄弟族人同一个姓，这是宗啊，是一个祖宗，一脉相承传下来的。亲，这是异姓，皆为婚姻，所以有家亲眷属。虽然同姓跟异姓有差别，可是既然结为婚姻之后，这都是一家人。所以都应该以亲爱忠诚来对待。同患难共甘苦啊，这从人伦上说，如果从佛法上说，那个范围就大了。一般人很难理解，很难接受。但是它是事实真相，这个我们在大乘经论里面读得很多，我们也认真地提出来讨论过，确实是事实。事实的真相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同宗啊，在世法里面，同宗是从伦理上说的，同一个祖先。在佛法里面，我们同一个自信，同一个真心。世尊在华严里面说得好，宇宙万法从哪里来的？唯心所现，这个心是共同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识是什么呢？识是心起作用。所以大乘经教里都常说啊，
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说了一个心，说了一个想，心能现，想能变，想就是实啊。八十五十一心所，就用这个想字所代表啊，所以是心现识变啊，从心想生啊。他怎么不是同宗呢？所以佛与化身大士们看到这一切众生互相残杀，就如同啊老祖宗啊看到后世的子孙啊互相厮杀是一样的情形啊。能不能怪他呢？不能怪他。为什么不能怪他呢？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没有人教他。所以佛在《无量寿经》这个话说得好啊，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。道德是什么？道德就是事实真相。上一辈的人疏忽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没有人告诉他，他造的这些罪业不能怪他了。因此我们读历史，读中国的历史，见到古圣先王古时候这些帝王，他懂得，他明了，所以做国王第一桩事情是什么呢？是教学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呐，要教啊。所以中国古代不但是国家领导人，乃至于地方乡村的领导人，一个家庭家长是这一个家里面的领导人，这大圣大贤们都要求要做到君亲师这三个字啊。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不仅仅是领导啊，对被领导的要有亲情啊，就如同父子兄弟、家亲眷属一样啊，
热忱的爱护，这个做到亲还要做到思，思是尽心尽力的教化他，使他明了伦常大道，他懂得怎样做人，怎样戒污，怎样生活。佛法没有传到中国之前，中国人已经在做，汉明帝的时候佛教正式传到中国来，佛所说的所教的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，所以中国当时朝野对于佛陀的教学热衷的欢迎，他跟中国传统的教学相辅一张，中国人喜欢简单，讲纲领，讲的扼要，佛法说的非常详细，这是中国人得天独厚啊！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看其他国家民族都还没有啊，这中国人这福啊！中国人的祖先确确实实将君亲师这三个字做到了，做得很圆满了。今天中国为什么这样子衰微落后呢？实在是最近这两百年之间受外国人的侵略欺负，迷信外国的科学技术，将祖宗的教诲也疏忽了，轻视了，我们才搞成这个样子。外国的科技文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？经过这个一百多年间，现在弊病出现了，于是整个世界充满了危机的意识啊！外国人现在要学中国古老的东西，他们开始觉悟了，所以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学都开汉学系，
研究汉学、学习汉学的人越来越多啊。他们目的何在呢？解决社会问题。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个人心问题。经济、科学、技术不能够改造人心的，心性的问题，这是中国教育的核心，是佛陀教育的核心。70年代，英国大学问家汤恩比博士向世界呼吁，能解决21世纪问题的，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，真正有见地。我听说英国与澳洲现在将佛法的教学从幼稚园扎根，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要读佛经的课程。我们听说感到非常惊讶。我在澳洲的同修，当地人呢，请求我替他们编幼稚园、小学的教材。我听到非常欢喜。回到新加坡，我要求我们同学们来尝试着编这个教材。从这些地方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多么重视佛法，如果对佛法没有深刻的认识，他怎么会重视？这一点值得我们反省，也值得我们警觉。佛法传到中国之后，已经变成中国的文化。这一次我到北京访问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吴所长跟我说，印度那边要求他们将中文的经典翻成印度文送给他们。
佛教在印度已经失传很久了。我听了之后，我认为这是好事情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。可是翻译绝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决定不是说通达两个文字就能够翻译的。世尊在华严甚至大智度论里面都有说到，佛法无人说，虽知莫能解。这个工作，已经的工作，必须要有修有证的人才能做得到啊！不是修行正果，就太难太难了。但是这个事情呢，又势在必行，那应该怎么做法呢？我给他讲了三个步骤。这个事情现在就要做。现在翻什么呢？翻现代人的对于佛法的著述讲演，这个好翻呐。不会产生重大的错误啊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翻译的组织，固定的成员。我们用五年的时间从事于这个工作，让从事工作的人员逐渐对于佛法深入。第二个五年呢，我们翻译古人的注解，我们翻注不翻经。第三个五年呢，我们在尝试翻经。换一句话说，有十年对于佛法的修养。当然最好能够儒教修行，十年之后我们再来翻经，没有十年的培植，翻经就非常非常困难。这是我向他的提议。这个工作一定要做，不但翻译成印度文，希望佛法了传播到全世界。换一句话说，其他各种文字都要翻译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。是整个世界一切众生都能有正确的认知，我们是同一个根生的，真如自信啊，然后一切众生才能够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共同创造安定繁荣的社会，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再也不会有彼我相争，再也不会有丝毫的计较了。
那么恭及宗亲才会真正消除啊。他这个地方幕后两句话说得好啊，脾气直者伤其心啊，这是用植物来做比喻啊。那棵树啊，你要劈掉它一个枝啊，伤它的心啊。伐其根者斩其末啊。如佛所说的人民爱物，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能体会到啊，《戒经》里面所说清净比丘啊，不踏僧草啊，真正的慈悲从这些地方流露出来，我们应当要学习。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宗亲，怎么可以攻击呢？纵然他做错了，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会做错，一时的迷惑，不是他的本心，不是他的本意，而是一时迷惑，一时误会，他想错了，他做错了，应当谅解，不可以计较啊！久久他会觉悟，他会忏悔，他会回头。我们耐心呢，在等待。我们从中协助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这是仁人君子，这是一个通情大理之人。那么这一句我就报告到此地。这个汇编里面有很多小故事，举了很多例子，诸位自己也可以看。